最常唱其实应该是五月天的、啊。好、哦，那不多说，我觉得我们不要 say， 我弹什么你就唱什么。哦、好 ，OK， 没问题。好想飞，逃离这个疯狂世界，果然是他呢，我有听，那准备听出去会被扯到爆。我后面转到圣洁石的歌，果然，他们真的没有不和，他们感情很好，感情很好。只是刚刚一听到这个前奏，对，铁牛抖，对，整个鸡皮疙瘩。